绑匪收不掉，绑匪也带他呀。要不要去报应，早找到天使一梭子，而且交出自己的兄弟朋友配合集体离开一波清场，硬扛住了兄弟朋友，反手给吸住了对面多个人伤害，一波爆炸 ELSA 三杀清台。那也是的，兄弟朋友小兄弟们，这时候兄弟朋友一锤定音，给护盾来对枪，就是这么扛。大家好，我是 ELSA， 很遗憾在这里和你们说再见。我打守望先锋职业也有5年了，进入 OWL 也有3年。从2018开始，才算是我打守望先锋的真正的开始吧，我感觉。然后和队友一起，和成都猎人队一起去美国，哎，也接触了不同的新的队友，然后也在那里收获了我们的快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打职业的兴趣不算特别高了，热情也在减退。然后这次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因为之前也萌生过退役的想法，然后这次深思熟虑之后就还是决定退役。这里谢谢粉丝对我的支持，然后也希望我的队友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在守望先锋联赛中取得自己的快乐。